代佳音，静候佳音、啊、是的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记者会哈、哦，有一位很厉害的天后啊，他虽然不能够亲自到现场来，但是他录了一段 VCR。听说呢，这个好好的为这个许富凯的高雄巨蛋的这个演唱会呢，送上最棒的祝福。天后。嗯，而且听说你跟他好像有点小渊源哦。哎。这个渊源不知道是不是算不算是过节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后的祝贺 VCR， 来看一下。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现场的朋友以及富凯，大家好，恭喜富凯又要办演唱会了。而就是我觉得这一次5月7号的青春少年梦演唱会是对全天下的子女来说都是非常棒的，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就不用担心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礼物了，因为我知道有这个演唱会呢，就母亲就可以直接买票送给妈妈，让妈妈当一个最棒最棒的母亲节礼物。然后我觉得富凯的歌声真的很棒，也因为妈妈的关系，我真的有认真就是在电视上或是妈妈你听富凯这首歌，他就会点 YouTube 的歌给我听，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会唱，真的是台语界的我就不是小天王了，是大天王。然后希望演唱会办得很顺利，然后也希望我可以抢票成功，祝演唱会顺利。